虚实之舞呢，那个台湾当代抽象绘画大戏哈，这个是我亲自所策划的一个年度的一个主要展览哈。那这一次呢，我分别邀请了这个水墨的抽象艺术家，还有油画的抽象艺术家呢，共同来展出这个目前台湾的一个抽象绘画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发展趋势哈。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所以我选择的艺术家呢，并不是一定是说是最具知名的，而是他能够代表抽象绘画当中某一个方向、某一个趋势。那大家有不同性呢，大家各自的风格就会非常的一个凸显啊。那这也是我这次邀请的这个7位艺术家的一个重点啊。 当然，这个“七”字呢，有些人在问说，为什么叫七步走？哈，7个人七步走，我们台语叫做“七步走”哈，就是就是向前走的意思哈。就台湾抽象绘画“七步走”啊，那7步呢，7当然有很多意义啊，像我们一个礼拜7天啊，然后上帝用了7天造了这个世界，佛祖呢这个出生的时候就往前走7步啊，指着天地哈。 唯我独尊，哈这个“7”的意义呢，我想有很多在宇宙很玄妙的一个数字，所以我也用这个七个艺术家呢，共同来推动这个台湾抽象艺术的一个发展趋势，这是我这次策展的一个主要想法。 这一次的7人联展之一的作者之一黄秋月啊，那因为我们这一次的展出，我们都是以抽象为主，当然我也是以西画的方式来呈现内在的抽象。其实我们的眼睛的世界里面啊，除了你眼睛看到之外，你心里面也有一些是很具象的，但是每个人的具象都不一样，所以我使用我自己内在的方式去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大家会有一点。 觉得不太容易看得懂，其实那是我内在的具象，只是说我用我的方式，我用我的色彩，我用我的造型，这个去呈现我，从小到大对生活或者是生命的一些集结，然后呈现在一个画面上。 这样的画面，我觉得常常跟大家互动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面向，有10个就会有10个不同的看法。